朱大哥带着小朋友呢，在电影当中啊，演的是小时候的郭采洁啊，欢迎我们美丽的可爱的童心。好，那男女主角，拉紧一点，拉紧一点，干嘛呀？男女主角要亲密一点，牵手嘛，牵手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对。对嘛，毕竟你们是现任的，不像我们是过期的情侣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老公不开心老公？哎呀，大家有眼睛自己看得到熟跟不熟嘛，对不对？很爽，很爽，很爽哦！爽在哪呢？拍得很棒啊、哦，这个被导演蒙得很厉害。哎呀，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呢、啊，真的好笑。这是我们邱黎芳导演，还有我们朱延平导演谢谢你们啊，让我自己发挥，我没有意见啊，谢谢你。毛不丢，讲到这个重点了，宽姐就要登场了啊！朱大哥要谢谢你了，我们大家则是要给他最热烈的掌声，一起来欢迎参与演出的我们客串的吴鹏阿北，带着我们的最美丽的大导演邱黎宽宽姐。谢谢大家，就这样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电影，然后就是过年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，就这么简单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觉得这个导演怎么样啊？朱导正，前两步，这个戏虽正在叉叉中间，来，这部电影啊，虽然很多国骂在里面，但是不要怕，黑都是爱台湾呐，丢吧，丢啦！好，谢谢大家来。好，那最后就是压轴了，来情侣档表演舌吻，情侣档请出列、yeah! 啊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快一点嘛，大家开心。你是指那个过气的情侣表演舌吻、我亲他们就要亲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过气。我们敢亲，我说的是宽姐跟朱大哥。常常在亲呐、啊。你不要以为我们有在怕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亲了，他们就亲。来，阿宝来一个，快点，快一点呐、啊，不然没有高潮了。好，来换你们了，来请出列。换你们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开心嘛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姐姐郭采洁，不好意思，比较不方便。我小郭采洁跟杨佑宁来亲。好，那我们就请小郭采洁。喂。这样不行哦。哦，太恶心了！朱大哥，你说两句公道话嘛，对不对？朱大哥，你这老人，拜托的啦，天后宫都要发怒啊！你，你真正是的吼。人诶，无迄个机会，人徛做伙，你讲对啊？对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告家就好啦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贵宾上台来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。来，曾大哥，你来帮我们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数三二一，好不好？预备，来，一起，3、2、1。很多人都是来约会的，因为今天就是要看电影。对啊，你们就直接讲这个。对啦，他们两个今天有机会啊、哦，牵手那是很棒的啦，很棒的啦。哦，就我们又又心里哦，暗送，暗爽，暗爽，暗爽。但是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这个首映会，我们的大尾罗马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是贺岁片。哦，明天开始就正式上演。是，但是我给你保证，真的邱一宽导演跟这部电影啊，哦，配合得太棒太棒，哦，他的度量非常非常的大，连那个朱延平导演也到帮忙，到帮忙走路，我说好恐慢，他还会摔倒，还爬起来还擦药，对哦，所以我看这一部片啊，今年在贺岁啊。可以送给大家做一个过年的盼，我保证你看完你会看第二次。对，这是我最辛苦的一部电影，所以今天就刚好上海那边杀青，就一定要赶回来，因为再不回来这边有箭要射过来，因为我都没有参与到宣传。那今天就是这么大的场面，然后觉得很荣幸，当然都是卖所有前辈们的面子，然后就是因为还没看过，今天非常期待，等一下要进戏院跟大家一起。哦，等一下好像座位里面好闷哦。等一下你们坐一起吗？没有，朱大哥好像坐中间。没有啦，坐他腿上嘛。情侣雅座是不是？
票房破亿真的会要减重吗？你想太多了，花那么多钱吃那么好的东西，吃那么胖干嘛减啊？谢谢谢谢。